啦啦啦啦啦，快乐的一天又要开始喽！小朋友们，你们准备好开动脑筋转转转了吗？上一集我们带大家一起了解了有关蚂蚁触角的奇妙故事，这一集虫虫村又有什么样的精彩内容等着大家呢？让我们马上去看看吧。红橙黄绿青蓝紫，小甜甜船粉最努力，累死了。小甜甜，我来帮你。多多蜜，真是太谢谢你了。是我最好的朋友，你也是我最好的朋友，朋友之间应该互相帮助。让开让开。多多蜜，那不是铁头的粪球吗？那个大嘴蛙一定又欺负铁头了，走，我们去帮铁头把粪球要回来。大嘴蛙，大嘴蛙，你是不是又抢铁头的粪球了？这个怎么不就是个粪球吗？哼，有我和多多蜜在，谁都别想乱动铁头的粪球。快把粪球交出来。快点交出来。你们真扫兴。算了，不就是一个粪球吗？我今天不和你们一般见识。讨厌的小虫虫居然不把我大嘴蛙放在眼里，不治治他们，他们就不知道我的厉害。红颜，红颜，大嘴蛙，你找我干嘛？你得赶紧帮我想办法，我要整整小甜甜和多多蜜。整整小甜甜和多多蜜，为什么？他们总是一唱一和的，真讨厌。不让他们尝尝我的厉害，我就不叫大嘴蛙。和多多蜜一唱一和。哦呵，我想到了，我有办法让他们散伙儿。啦啦啦啦啦啦啦，我最喜欢这个镜子了。哎，多多蜜，你拿我的镜子干什么呀？多多蜜，你等等。快把镜子还给我呀！什么？红颜，你的主意真不错。你看，小甜甜生气了。多多蜜，寻找快乐的答案，快乐就在你身边。寻找快乐的答案，难道你还没发现？寻找快乐的答案。手心叫上伙伴，看谁勇敢，一起寻找着快乐的答案。镜子？什么镜子呀？你快还给我，我送给你别的东西。我不明白啊，你是说你镜子不见了吗？多多蜜，那可是我最喜欢的镜子啊，你就不要开玩笑了。小甜甜，我真的没有拿你的镜子呀，我一直在家待着呢。多多蜜，我明明看到你拿了，你怎么变得这么不诚实啊？讨厌！哎，小甜甜，小甜甜这是怎么了？哼，还好朋友呢，拿了人家最喜欢的镜子还不承认。可是不对呀。多多蜜平时不会和我开这种玩笑啊，难道有什么特别的原因？想不通。
哎，多多蜜！喂，多多蜜，多多蜜，你干嘛不说话呀？哼，还好朋友呢。我们之间肯定有什么误会。香水，我们应该……我就知道你是来赔礼道歉的，还懂得送香水。不错嘛。道歉，香水。我要试一下啦。就被我耍得团团转，真是一群笨虫子！可恶，这里怎么会有蜘蛛网呢？他想让你们做不成好朋友。什么？哼，太过分了！大嘴娃真是满肚子坏水。不行，我要去和小甜甜解释清楚。我和你一起去，就算是将功补过吧。走。什么？原来是大嘴娃在背后搞的鬼。对不起。没关系。只要你真心改过，以后我们就是好朋友。哼，这个大嘴蛙实在是太过分了，竟然不让我们做朋友。徐阿姨怎么和他们一伙了？多多蜜，我错怪你了，我们还是好朋友吗？我们永远都是好朋友。啊，那太好了。怎么会这样？多多蜜和小甜甜又和好了，气死我了！
了。嗯，是大嘴蛙，我们找他问清楚。不好，被他们发现了。别让他跑了。嗯。大嘴蛙，站住！你跟我说清楚。快跑啊！别跑！我错了，我错了！别跑！不要跑！我再也不敢了。嗨，这个和蜜蜂长得很像的虫子叫做食蚜蝇。哈哈，食蚜蝇长得像蜜蜂，可是却从来都不酿蜜，很有趣吧？啊！下一集我们会带来有关咖啡豆的故事，小朋友们可以先向爸爸妈妈了解一下喝咖啡会有什么感觉。下一集的故事更精彩，记得要看哦。啦啦啦啦啦啦啦，快乐的一天又要开始喽！小朋友们，你们准备好开动脑筋转转转了吗？上一集我们带大家一起了解了有关食蚜蝇的奇妙故事，这一集虫虫村又有什么样的精彩内容等着大家呢？让我们马上去看看吧。起来！臭大嘴蛙，一大早的就吵我，哼！我饿了，快去给我找点吃的。你有手有脚，自己找啊！嗯嗯嗯、你敢不去？我去，我去还不行吗？这还差不多。就会使唤我，哼！豆豆。真是天上掉馅饼啊。好香的豆豆啊。肚子好饿呀。看看红眼找到吃的没。香又脆，味道真好啊！红眼，红眼，红眼！糟了，是大嘴蛙！哼，不能便宜了他！红眼，大嘴蛙！我在这儿呢。红眼，你在这儿干嘛？叫你干嘛不答应？找到什么好吃的没啊？没，什么都没发现。真笨！找了半天什么都没有，气死我了！哼，真是个靠不住的家伙。池塘归大嘴蛙，好吃的全部归红眼。寻找快乐的答案，快乐就在你身边。寻找快乐的答案，难道你还没发现？手心叫上伙伴，看谁勇敢，一起寻找着快乐的答案。怎么回事啊？为什么会睡不着呢？对了，豆豆咪一定有办法，我找他去。豆豆咪，多多咪，快醒醒啊！多多咪，我好困呐，你大半夜的把我拖出来干嘛？我要回去接着睡觉。喂，别走啊！等等等等，
我睡不着觉啊，你快帮我想个点子啊。我睡得着啊。是谁每天挂在嘴边说麻烦找上你，就找多多蜜。佛爷你看，看什么？看那些发光的星星啊，每次我睡不着就会数着它们，数着数着就睡着了。真的？那我也数。一颗糖糕，两颗糖糕，三颗糖糕，四颗糖糕，五颗糖糕，六颗糖糕，七颗糖糕，八颗糖糕。哎呀，数得我肚子都饿了。多多蜜，多多蜜，快醒醒啊！多多蜜，根本没用啊，我还是一点都不困。哼，还每天喊麻烦找上你，就找多多蜜。算了，我找大嘴蛙去。我有个好办法。大嘴蛙，你捡石头干嘛？嘿嘿。你别乱来呀。好了，来，站在这里。大嘴蛙，你画个圈干嘛呀？沿着这个圈圈一直转，转晕了你就能睡着了。好像有道理。大嘴蛙，还是你有办法。太好了，可以睡觉喽。大嘴蛙，你怎么了？快醒醒，快醒醒啊！睡不着，为什么我睡不着啊？红眼儿，什么？红眼儿啊！你一大早在这里嗡嗡嗡的吵什么呀？八角婆婆，我一个晚上都没睡，可是还是很精神呢。原来是失眠呢，这还不简单。你有办法吗？如果你感觉很累了，就会困的。累？那怎么把自己弄累呀？听婆婆跟你说啊。又开始啰嗦了，怎么把自己弄得很累呢？有了，我可以帮大家干活儿啊。谢谢八角婆婆。婆婆说睡不着。大嘴蛙，红眼，你怎么又来了？大嘴蛙，你光睡觉不饿的吗？我来帮你找食物吧，你等着。真奇怪，今天红眼怎么主动给我找食物了？你最喜欢的奶酪蛋糕、露水、巧克力、饼干，还有糖。哇，这么多好吃的。红眼，你找这么多食物不累吗？累。我怎么还不累呢？不行，我得再干点别的活。睡不着，嘟嘟嘟嘟嘟。多多蜜，这桶蜂蜜放哪儿啊？红眼，你还不累吗？快回去休息一下吧。你看，房子都已经摆不下蜂蜜了。不累，我要继续干活。这回帮谁干活呢？有了。红眼，这是怎么了？这是怎么回事啊？红眼，这都是你干的吗？
我干了这么多活，精神还是很好，一点儿都不困。唉，看来还是找其他方法吧。红颜怎么了？睡不着啊。睡不着。找个东西把自己打晕，不就睡着了？我实在太聪明了。垃圾场。就它了。有，哎，没效果呀。换个方法吧。哎呀，好晕呐！这次好像真的晕了，可以睡觉了。嗨，小朋友们，你们猜到了吗？红颜吃掉的豆子叫咖啡豆。咖啡豆中含有咖啡因，它能使人兴奋，消除睡意。下一集我们会接着讲红颜的故事。小朋友们，苍蝇在吃食物之前总会先搓搓脚，大家不妨先观察观察，下一集我们会告诉大家答案的，记得一定要收看哦。